由电台举办的国语力颁奖礼2008顺利的举行，得奖者在台上卖力的秀歌之余，来到进攻的活动上，大家的情绪依然非常的高涨，就像 SHE。 对啊，想一下，真的是太爽了，对，很开心，兴奋也很开心，因为最近我们也很久没有三个人一起这样公开主持一个场合，上一次是我一个人来，然后这一次呢可以三个人聚在一块，然后又成为一个大赢家，所以真的非常的痛快。然后最近呢都在忙着赶录那个新专辑的部分，然后在新专辑发行之前呢能够得到这些奖项，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更大的肯定，希望到时候专辑能够受到大家喜爱。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嗨的人，对，我一直都是个很嗨的人，而且我觉得站在台上的人就是需要掌声跟鼓励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可以感同身受，然后每一个表演者都非常的棒，所以我们要给予最大的鼓励跟热情。对，SHE 在香港有很多的歌迷，只是他们太少来开唱了，现在可有计划呢？希望可以尽量还是对啊，因为其实曾经我们在香港办过演唱会，然后那时候因为场地时间的关系只开过一场，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来就是这边办演唱会，然后跟这边的歌迷做一些近距离的互动，因为其实在红磡办演唱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感觉很温馨，然后歌迷都超热情，每一首歌都会唱。对，说唱歌 Ella 言无不尽，但讲到最近媒体报道她有新的恋情，她却有点回避。男朋友啊，那只是好朋友而已，对，大家不用想太多。我觉得目前我不会想那么多，但是真跟他就是只是好朋友这样子。SHE 一共拿了4个半奖，有超好的成绩，心情当然好。不过光良也觉得。